靠，浪靠难子，下大口拿了一大桶，我靠，我根儿起喽，他都不说不是大桶了，我都不知道这大桶是啥，免不了雷同。我拉着他都这起了根儿都不叫葱了嘛，哥，我都怀疑了这。知道那拉啥东西？我拉的葱啊。跟俺系统不一样，我不是咋都不一样，就没根儿了，都不叫那拉的啊！我拉的是我拉的是葱，不是我先说。我不知道那拉啥。我拉的葱啊！你要说你不知道呢，我啥法？我拉的葱啊，给这个根儿起了都不叫葱了吗？这领导，这个根儿起了都不叫大葱了吗？我没有见过这样的。你没有见过这样的葱，那这就是葱啊！那你叫我咋证明这是大葱啊？你这光说不好听话，说不好听话，你这。你那个啥，你这既然都是野，直接崇拜了，你崇拜有多少？我这葱不长大都不叫大葱了吗？这不是崇拜，这是啥？非得你那跟你那图片上那么高，都符合你那么高了吗？图片上恁高啊！你最起码你现在这个东西我都不知道啥东西。大葱。你看你光说你拉大葱。那你咋的证明我这个不是大葱嘞？最起码啊。啊，最起码。我给你也叫你看了。啊，叫我看了。啊，系统上是啥样的你也知道。非得这扎进捆这么高，怎么今天要大葱？扎进捆你三来可以。哦，三来我这不叫葱吗？你这是葱吗？我小葱面都不叫葱吗？小葱面，你这是小葱面吗？那你我的扎的它叫大葱了，非得都弄了一般多少才叫大葱了吗？你这是啥逻辑啊？那你这是啥逻辑啊，老师？你跟我说这不叫葱，你扎的我证明它不是葱。解释过了，如果你要符合那标准，我绝对给你免。你现在这拉的是啥东西？你看现在我拉的葱，我只能证明我拉的葱。你现在咋的？我给根儿起了，这都不叫大葱了吗？这烂糠蛋下的口。